创意写作第11页，题目是我的爸爸。我的爸爸王源，今年37岁，他是一名程序员。空闲时，爸爸喜欢爬山，也喜欢画画，家里挂满了他的画作。我偶尔也会跟随爸爸去爬山。我长大后，要像爸爸一样，能文能武。哦哦哦哦，呃呃呃，偶尔，哦哦哦，偶尔，偶尔，偶尔的意思就不是常常。有时有，有时没有。偶尔，我的爸爸王源今年37岁，他是一名程序员。空闲时，爸爸喜欢爬山，也喜欢画画。家里挂满了他的画作。我偶尔也会跟随爸爸去爬山。我长大后要像爸爸一样，能文能武。